passiontimes.hk。 我想講，其實大家認真看那單新聞，其實你應該留意到蕭定一個人都挺厲害，因為那個暴力徑的單位，因為其實新聞都有報出來，那個法庭新聞來的，那個是那個單位現在市價多少錢我不知道，我想兩億幾三億，我想兩億幾這樣。豪宅啦，獨立屋豪宅啦，咁啊應該我諗即係上億，點都有上億啦，點都有上億啦，咁樣即係實質嘅價錢唔知，因為我唔知嗰個喺邊度咁樣，但係睇資料咧，98年咧嗰單獨立屋咧係賣7000多萬嘅咁樣，咁同埋咧08年嘅時候咧按過一次。2008年嘅時候按過一次俾周大福金融，2008年嘅時候按俾周大福金融咧，唔知按幾多成，但係按到1.3億嘅咁樣。咁但係咧，2008年已經按到1.3億喎。2008年按到1.3億，咁佢2014年再按嘅，即係已經找清咗2008年嗰條數，2014年再按咁樣。咁而家就係俾嗰間財務公司就係話2014年嗰條數咧。按咗嗰條數，咁就而家就斷供啦，咁樣，咁即係都供咗4年啦，咁樣。咁但係咧個重點係咩咧？個重點就係大家頭先聽完我講嗰啲資料，你大概估到個價啦，估到個價格。但個重點係咩咧？個重點係阿蕭定一嗰間公司係幾時買入呢個單位咧？係2001年買入喎，佢係2001年以3100萬買入喎。屌你老母袋翻曬啦！咁你2001年嗰陣會入市3000多萬買到個咁嘅獨立屋豪宅，咁叻仔啦！係喎，你叻仔啦！係喎，你之後按到1.3億都已經抵翻曬啦，乜撚嘢都翻曬嚟啦！屌你老味！唔止啊，其實即係層樓，其實3000萬資產到而家呢個即係。唔係個資產就個資產就唔敢計嘅，資產值幾多錢就睇市價嘅咁樣。但你而家你當佢個市價係，你當佢嘅市價係我當你2億啦，因為我唔知係邊個位，唔知係點樣，我當你2億啦。而家中美貿易戰，你要放個單位出嚟套現都唔係容易啊。係啊，你都唔係一個靚嘅時間放出嚟套現啦。但係你原本入手係3000萬啫嘛，屌你老味，咁你已經按咗啦，咁你屌唔公都合理啊。俾我都唔供啊！即係等於供緊負資產，不如唔好供。即係今日嗰單新聞出咗嚟，大家話兵敗如山倒咁樣，跟住我再睇下，咦咁撚貴嘅條數，咁咧3000多萬嗰、那個3000多萬單位可以喺2008年按到1.3億，你仲想點啊？係喎，你仲想點啊？好撚勁啊！件事，屌咁。